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，这个比较强，这个比这个强，对吧？这个是随机的。不是哦，要跟你防那个，你他妈！不然要检讨，就是有一回合，他空的那一回合应该要下东西啊。他空的有一回合没有下东西，就是他那一回合他没下，我也没下，我下了一个冲刺下劫而已。我抽了一张牌啊，应该不要抽了，应该把那个三八挪丢就好了。干刀跟这个，干还是要拿刀了，不拿刀这也是废卡对吧？对，刀比那个发现沉默有发现沉默，刀 ，hippies。Solo King， 说刀，我们有个小疑问，这游戏没有五费中取是吗？刀，刀，我们只有这玩意儿，这个身为一个战士，只有一张牌可以有机会黑到别人的东西。太难！刀！哦，为什么让别人快乐呢？不应该啊！哦，这是 A 一刀，死生 A 一刀。刀，哦，两只这个，这个，你们，哎，法术有啥？凤凰之光一费那个嘛，一费训练课程，是不是想要？感觉这配套机会有点太低了。变炎魔，好啦，快乐一下啦，昨天不要一直说不给人家快，欸，这个鬼牌，刀。沉默，当什么东西解不了的时候，就把它送走。刀，这有办法吗？应该是中间，左边也不是不行，左边很慢，左边几乎没有用，中间强，中间还可以刷一堆法。刀，艾莎拉应该是艾莎拉，都要新艾莎拉的火焰，怎么能不选艾莎拉呢？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哒，这要怎么触发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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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现在环境活不到十费吗？没这么严重吧？
要刷一个法术给那个啦，这个法术多一点吧。这个蛮强的，说实话，这个蛮强的。但我应该要多学一点法术啦，我有一个那个点火的那个。好的，各位快乐的时候开始了，又到了是时候。猜猜看。是先打到十二射呢，还是永和豆浆先开呢？卖给你鬼叫乌鸦王，万物死后都会为我效命。为了卡兹莫达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人家都这么好选？楚天每天都干啥？冷静，冷静，大哥，冷静，冷静！你们是在干累在干什么？美帝不只是表面而已。是疯了是吧？给他解。细节，很细节，而且不死猪，不死猪可以变死物。什么东西？他还有一只大怪啊，就是要看这只多大。这么牛逼的吗？我就说这游戏一定怪怪的，你们都不相信，你们每天都在那边。正打天点军团，我看有人会出六百秒，我倒看不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大哥，大哥，竞技场，竞技场，竞技场。
这不是妓院，是竞技场。他发现走错了。你看他刚刚那个打法毫无演技，全是感情呢，就是砍呢，好像我得罪他还得罪他爸一样，是我吗？难道是我吗？我是那个阻止巫妖王拿双子哀伤的人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有问题找自己老爸好吗？就是你麦格尼，什么东西打四？哦，打四发现加一加一可以。放烟火咯，要还能解打三再打二，想说打三再打二，家里一大堆，没大人是吗？我们决定不要渴求了，有个屁用，先贪才是真的。对，先贪才是真的，我不管。什么？我跟欠债一样？哎呦！我是火焰战呢、欸，No， 我的火焰没了。有人想这个刀子加一加一。
算是比较不浪费。大哥，怎么啦？大哥，家里有只猴呢。大哥说啥呀？没看到呀。这个吧。然后那个手上是猴吧，他那个五六直接变十，所以一定是手里一定是猴啊。哎，好像不是，是猴吗？还是三十二啊？他头刚是多少？斩杀那个在哪里？斩杀十二加七，头加七的话，那不是。嗯，这样活了，六三四差一。七八九十，有赢吗？这是死掉时打三对吧？哎。有下这个，然后这个点它。太多选择了，对吧？它会烧它三点嘛，然后这个砍着就会加二，这就会加攻啊。两人是两百个都在睡觉是吗？都在点永和豆浆吗？老师都在算，没有人在算数学，没有人说，没有人说，没有人在讨，没有人在讨论厨电斩没斩呢、欸。我在算多少钱？那是猴子。红万宝路。二公刀可能砍不了东西，打法师的话，我们就等你打完再跟你说。就你们也没有再算斩不斩的，就是哦，楚烟退吧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选择是相信楚烈的数学。所以我们现在只会打得好楚烈。我不相信你们，我先点个蛋饼啊。我家附近也不算附近，他有棋子，鬼牌。
这么大干嘛呢？法术才一张。键盘估计是要下课。我有在想四回是不是提刀猛一下的？哎呦，点一下，这么可爱，还有四座呢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那我肯定下这个就顶一下啊，加一下也好的，让他急。别别别！干嘛？今天刚哥没有要开啊？我不知道女王长得不大。为美好的未来战斗了吗？六回好像要拔刀才对。因为你这样七回才有这个啊，怎么这样？怎么女王？可是没有办法吧，这应该不能贪这一手吧。只要我不打头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这个要留着刷，这个要留着刷，这个这个要留着刷，这个没有错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念吧。火源之门，哦，不是，干，干，注定是七滴血连接他家了。耶、yeah, ，还过得去。这奇迹还可以。这战士只会打脸，我他妈只打脸，他能不下怪？然后要靠这个刷两个法术，所以这个最好再减一下费会好一点。对吧？我要把艾莎拉刷开，我需要这两个一定要玩到、啊。然后他这个钢琴到现在不是钢琴，对，键盘。Keyboard 手到现在啥怪没叫、欸、我害怕的要死，什么东西？变水母点掉，剩一只三三。啊，我从此都不理解啊。我现在等这个，然后可以刷这个。我需要一个场合，但我觉得这个冲刺好像不应该用掉，因为这个冲刺用掉啊，这刀啊，这冲刺用掉人应该砍，然后换刀才对，因为这样可以保他血高一点，加二加二嘛，刷吧。狗屎血手，不然他待会随便开一个火门，你就要看一个七七，看一个哭哭了。哎呦，干，不会是人要不见了？哎，选择盖掉这个哎、欸，那我看一下，成功吗？不成功。那、欸、哎、欸，还行。解二，那还是选这个、啊。
哦，先把这个抽起来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这回就可以做这个，然后下回可以做这个加这个。阿里康蒂尔，队友人怪多了，有点好。因为这个中双曲不容易达成吧？选这个。然后流怪嘛，连接。哎，法术全到了，其实那不用刷嘞，干那这个就是最后想刷这个，看一下有没有快乐火焰。Fongly Pest， 啊，他把三层都用掉了，怪。他在做什么？鱼精爱沙拉吗？鱼精爱沙拉巨型。懂？他其实血没剩多少，他很可以啊。肯定是巨型，谁不玩巨型？下回下那个四费，这是一费嘛，对吧？那可以这个开始啊。在想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意外？期待的的的的的的的四五六七四五六七八九十一费巨型，还是不应该解？其实打你说解二二也可以，打头也可以，砍二二撞头也可以。主要他有四张防力 past， 然后比方说尤格萨伦，就不知道结果了。想不到是对面开始。期待。冰锥。你他妈可以有冰锥。翻查剧情好。这个血量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吧，法师的最好的，法师打一拳就走了。还有魔术，还有魔术，那不是？等，不是那。那不是死了吗？我们把老剧情留在下一把。不行，这不是毕业了吗？
对不对？要是不老老实实照规矩打，那个一开下去，出现鼻炎，鼻炎，鼻炎。退票？什么呢？什么了？什么？我们今天表演魔术是大巨活人啊！他不是被拒了吗？这还要退票？以上的有也是我啥没啥的，嗯，这个吧，你格林台变怎么这么牛逼？哦，在手上。也许这样。啊，是这样呀。发疯了！啊，咁高，唔低楼。六回卡一回合，六回要开这个，刀不能动，因为只留两个七。活人会丢各种东西。反正中间会有一个我要活下去的时间了。这个六回比较麻烦，我两只小嘲讽都在海底。调音很完美。哦。剩五滴血，那个四五六七八九啊，会不会打到剩一？这里撞吧，哦，还不够。
不是他那个，我起手看了，他没有狮子鱼，结果他那家出狮子鱼。直接死去，然后出两个山，怎么解？拿什么解？没有东西解。那只能说好，对吧？我那个一都没有时间开，人就走了。主要是他在你面前二回跳那个娜迦，那个意图异常明显，就是我就是要干死你。来吧，下个一四大家来碰碰吧，天天碰碰拳。你没被跟踪吧？不管七直接敲，不管七直接敲就没有任何被尬了，没有任何备案。你敲掉是一个两伤，当然他后来有香蕉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，就是你遇到了他有香蕉。你要做自己，那是一个没有办法防的备案。如果今天你是直接上，哇，干被弹哦，不是，我被弹了，那将会加一轮的。哎，还行。东西很烂，因为手里当时没有第二把刀，然后七费差两五回，确定打五六吗？因为五回打少的机会有点低了。哦，干，可能是变不见，打捞龙变不见了。哦，那这可以给他变不见。麻烦，啊，你再把这个开掉，哎呀！说给你。这个有点难中取啊。还是我跟还是应该直接中取打让他换。让他换六回节奏是比较好的。一加一开然后加这个。什么时候可以意外呢？嗯，复制一张。加二攻加二甲，如果你这是中取牌的话，你可以打出上一个重复段，而我的上一个重复段就是没有。这是我的新歌发表会，带来一首《消愁》，谢谢大家。你说哪个？这个。你看被遗忘着的骸骨金属。这个是一费发现一个嘲讽，打出那张嘲讽的话，这回合可以再发现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超级后期打。
只要不会死，就明天再打。我要敲，要换刀，施工刀，四二那一张。还是我不用贪第二个法术，我就直接开算了。太多选择了。主要下一手是这个啊，这手好像可以直接开。没有，你这盒一大概就打两张而已牌，你一定要等，我觉得就直接开就好。真是不容易啊！驱散了迷惘，好吧，天亮以后总是了长离场，英雄不再无处安放。一边精明，一杯精明天，一杯羹。那加吗？居然是加倍解。为荒唐！哎，跟大家广告一下，趁现在有200人，现在趁着大家在点这个永和豆浆的时候呢，这个礼拜五晚上7:30又是为什么乱玩节目的时间了。频道在杰士登，英文是 Justin Channel。今天登场的来宾，主持是我跟托比，来宾是杏仁咪鲁。干我来干！那现在回一只长得跟怪物一样的东西，我要靠这个解。如果解不了呢？告诉我家人，我爱他。我已经没有斩杀了，对吧？下一回可能就要打这个，打这个，然后用这个先挡一轮，想一下。不然他那个一直加，你也有合理，但是啊，但这个时候看到就是不合理的东西。哎，我是不是有方法赢啊？就还有一张就可以开。干 ，Solo Queen，Solo King。
干，这样输一个快乐的东西。输一只史诗级，史诗级多多少？还是应该下这个跟架两只。大家开始回家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我不是吗？七七 solo king， 干这个 solo king， 干你啊！一个比一个大师要打三小牛啊！干。扭了吧，守个屁哦！这还要花资源解，怎么可能？想想怎么假设花资源解有办法解吗？这个下这个加这个下扭加下这个加这个盾挡不行，干这些问题肯定是走。刀还有那家什么之类的问题，所以刀应该不能看。一刀袭来，自己选的、哦。我不敢，我怕一边接。我觉得老鼠人多拿一张，但老鼠说不定会少打一场呢。哇，他只要一直选一费就好嘞、欸。没有奇数可以选，只要一直选奇数就好了，奇数都一费。数学不好，他是可以白板，肯定可以。他如果聪明点，都选奇数就好了。魔法会背叛赖，那不是我同一个法术，裁判他抄我。都是火焰魔法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现在可能没办法。我死了吗？我根本就没算，
四加四八四六十十二，我知道十四啊，杀两滴，有攻击效果，有抽一张牌。不管是力量或魔法，我全都能承受。不是、欸、要防泰克斯，怎么防？哇，我们的快乐越来越低了。还是我刚好帮他抽牌啊！我其实有一张那个斩杀龙在里面。主力是自选，但是最后是天选的善。Oh my fucking asshole！ 金牛头大佬红起来之前，我就在听了。我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感谢 New Goose Sale 爸爸送了十份订阅。该撞吗？真是大发现，而且还是完整的。远古的力量，我有个疑问。如果两只各一血是各打一下吗？还是是去你妈的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打过文物虾。所以我必须要集中把那个五一解掉，对吧？死过人了，这不是我的作品，关公啊！你看，五分要下九九，没下九九算输。会不会不解这个三合？操妈！好杀杀！他要是不解，我很尴尬。大哥，竞技场呢？灭体！我看见了。灭体！大哥，赶车吗？
真是大发现，而且还是完整的。哇，他要双刀 A 耶，疼！就是 A 开，然后看里面什么，有没有死神，有没有死神？一个网站海头枪。远古的力量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大哥怎么了？大哥发疯了是吗？看医生了吗？大学生了没？莎莎，少一张。这游戏是三小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你在干嘛。哎，怎么？好奇心到。少砍这个没叫啥、欸。
头人游子摇滚是我的爱。你不觉得这游戏有点病态吗？没有，我在想艾莎拉发现剧情好还是我刚少砍一刀，他砍一刀差可能差超多的。这竞技场，加二加二，哦，完美可以接四只。那他先去打一只五二四。嗯，哦，先去。啊？他那个八七可以倒脸吗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样打错了，应该哦。什么东西？然后解掉二三，哎，那这样不是亏了吗？那不是死了吗？我指的是怪死了。巨型吧，应该是巨型。你看，楚爹打对了。说什么？刚刚剧情要开一下，你看老剧情来了吧？楚爹，老剧情放在这里了。啊，上一个开那个时间线的厨爹已经输了，已经在选牌。上一个选那个时间线的厨爹已经在吃培根蛋饼了，打了惊动波。乐这个棋手，搞不好吃蛋饼比较快乐，不用再打下一个可能有灌注的法师。这个好像打不到这个时间线，时间上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老兄，你应该天天看被遗忘者的骸骨金属。哦，他没有哎。说明在手上啊，暴风雪，哎，不对啊，暴风雪哆来咪，那牌库没有另外一个。这也不是哆来咪，这个就是两个棒槌而已。这要走到这个实在是有点难。五回要想六回做什么？能不能留住刀？我现在想能不能留住刀到这个，因为这个差很多啊，这个直接差一只五流冲刺，
这就是刚刚那个啦，那里在选要不要留，就是你那一刀是砍一个二一啊。如果你二一过了，他最后还是用那个嘛，用香蕉贴里面的僵尸打过。我说是打猎人那一场。动作二五，嗯，动作二五挺好的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最好的作品。你要做自己。没，下回送一送，下回就打这个，就都送送一送嘛。没，下回解光了，不可能给他留了，留打屁哦。要打毒四四吗？毒四四也可以，毒一二也可以，反正我会解啊，我会送掉啊。如果没有药，我就直接开盾锅就好了。暴风雪是六六，那我还要回盾，六六那还赢不了啊，这个不会死。那我直接扫，我自己跟直接打这个跟他换就好。酷暴风雪，干这样很羡慕。就爆火。这样的话是交两只，太多选择了。干！想不到吧，拆泥巴是跟一个扫把。好吧，天亮了，只剩治疗超灵巧。面对火焰吧！面对火焰吧！我们现在太安静了，对不对？谢，好讲一个五六啊，五六带八八。谢叔烈睡醒吓醒了，放下了，嗯。
五门。哦，打四叫一，这样不是亏吗？你为什么叫一地棒槌呢？啊？丢不丢脸？然后迪库鲁暴风雪，这是我最好的作品。可是不像呀。他是不是没有？什么意思？我不丢脸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丢脸？太多选择了。四五六七嘛，我要猛掉这个，我不要给他补血，因为我还有一张斩杀。啊靠！楚天，你刚刚没有中取，你对，但楚天也没有中取。下这个接头嘛，对吧？打三，打三再打三，不要先能火啊，大哥，你不能帮我打拍卖，火了吗？
七八九十十一查尔，直接看太阳了吧？我们杀人了。不是他那个，他最奇怪的是那个键盘那一回合，他键盘那一回合帮我血就丢了，他键盘那一回合做三个小法术。太阳之锦水滴给了毒眼，不然太阳之锦是。这个加一个，这个加，这个加一个，这个加一个，这个加一个，斩杀打头一个。报仇！报仇！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赢了。暗杀也可以赢，我应该有十种赢法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打错就是那个，他挂键盘之后他一直不做法，他卡住法术嘛，因为他键盘的那个。他暴风雪是幽灵血手拿的，他早就应该可以打暴风雪啊。又要来 ，defense， 还行。哦呦，连这个都还可以刷到。有人顺利攻上一下键盘，除了用的键盘是 ASUS Stress 什么什么 Pro， 2015年款。我操！硬币顶是多少？二五加二一是吧？四六。好像可以硬币顶勺场砍掉，让它胶重贴啊，对。他手上一定没料啊，他连这个三法术这个，对不对？他手上有根胶，他连三法术上还贴这个，那他肯定没东西，对吧？香蕉已经是他最强的法术了，但生活真的是没得玩了。
还有三根胶，我说你还有两根胶，三根胶，几根胶啊？那个胶是几根？你只能英雄力过。那我也不要冲刺了，我就下这个撞你头就好了。交贴贴啊，别演了。哦，打二。哎，干真真真惨。七八九十十一十四嘛，差三张嘛，所以只要这个早三张就回去，就再结束。没有。哎，不对，我换刀是不是这样多一攻对吧？我那里差二。这个很难发生。锤子时间，分手牌子，吃我一刀！我这快点了。魅力不只是表面而已。这怎么？哦哟！哎呦呦，耍猴，抓猴拉皮。还可以贪，还不解这个，闹呢，杜一。是不是干脆不要让他那个出来好了？我那个法术都不要做。在 party 就说 party， 你要做自己。啊？啊？是这个？那抽兵，保不定有斩杀呀！哎呀，你看，直接打的。哎，干差一伤，啊！我咋知道？我先当。斩杀没赢，斩杀只能解一只。星星知我心，他这里出什么可以赢啊？这里如果八费出一个那个嘞，射三伤，射三发超过伤害全部打对面头，我会死吗？
他要射在这个身上，所以是6伤嘛，6减2是4 4加5 14D 14D 再加 3D 17D、哦、你说不下这个下这吗？可以，我有重疾，可以找重疾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他是那个，那因为我这回上，哦，奎尔萨拉斯的希望。耶！耶、yeah! ！我可以斩杀撞他，我可以打手下打士打他，我可以。他有一手打的那个选择太明显的不好，当然他是因为没有选择了，他那一手是因为他没有选择，但他那一手的没有选择，暴露了他的手里很烂。他要手贴那个三法术的时候，就知道你肯定底下都是，就是你手牌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寸宰之夜，我想打掉那个22的确保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被劫。也许这样，抽牌说啥呢？三张牌哪一张牌不是抽牌呢？作品，鬼子实验。
干我们大宅。想一下节奏，好干。哎、欸，那也也加到了，那也给他兵了。这个如果抽的是娜迦的话，我们下一回，哦，发，牛逼。三张手牌，也许这样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拿什么？你会拿我拒绝的，我那个消失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拿这个吗？我应该，还是我应该送这个给他吃掉。不是他挂够了，那一定是抵赖好吗？你们玩游戏玩无耻吗？这个如果抽是娜迦，我就可以牺牲这个了。但如果抽是这个，我好像可以牺牲这个。那不是名牌吗？那不是一定知道是什么的吗？哦，谢。哎，先确定一下，先撞右边，就是先撞右边，再撞左边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这么好玩？哎呦！哎，你怎么还在？哦，你没事，你不在啊。你为什么打这个？哦，那个是送的，合理。打不打？哦，
中华电信。中华电信，快到熊大家！282，为啥呢？断线。妈个，差点断线，被带走。来得及吗，兄弟 ？A O E 要打，不是 A O E。干，酷杀，没了。没有，但只有这个会中枪。哇、哦，干，差点被断线搞死。哇，幸好发现那个奇力雅斯，终于拿到了一个。无耻的胜场了，终于用一个无耻的职业拿到了一个无耻的分数了。
哇，差点死在中华电信。还被他多打了一轮，下了一只三一，看了一回合。啊！雪路别了。手机好钝啊！是不是没人啦？是不是没有人要参与这场好，没有人要参与这场好玩的早餐游戏啦？干，米开朗基罗，你是米开朗基罗？回来中两个遗嘱，差点魂都没了。其实加在这个上面没有什么意思，应该要平均加在一打杂鱼上面会是最好的。英雄能力变四。再来看能不能解掉这个仪式，让我可以开的这五出去。九九，他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还没观察一下。他到现在没有打过任何的那个种族怪变四，不是变四，这么虚吗？那我先抽吧。该出点餐了吧？你现在到底点的是 A 餐、B 餐还是 C 餐？哈哈，五五不能下。哦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好？刚好还加一攻。这不是我的作品。鬼子实验。哇，这一把刀要砍到游戏结束嘞！
四回很亏，四回只能空手按而已。他还知道我有斩杀，我不知道他看到什么、啊，就是蛮族跟某两个东西，应该不是，他有可能看到五五啦，因为五五看到五五不会点五五啦，看到两个蛮族跟斩杀会点斩杀吧，所以他应该是看到这三张啊。什么东西？这还要凹呢？格数够吗？对吧？因为如果好，我们举例一下嘛。如果他看到的是他有看到斩杀，一定会点斩杀、啊。能下吗？下得了。这打不了，这肯定打不了。GG。所以他应该是看到两个七一个五，然后知道下两回合都要被一只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六回，知道下两回合都要被一个王八蛋打。该跳书记舞了，楚爹。哒哒啦哒哒啦啦哒哒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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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有点抖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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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射箭！这不是我的作品，主要是战机。打错了，下一次下对不对？会不会跟鬼一样？所以我在防他跟鬼一样，我都解了。斩也可以啊，大骨头鱼，第一个醒来是吧？
王牌率好多哟。要让大家都听到音乐才行。二十超重量了。竞技场两边手牌都超级多，九张对九张，八对八张，这个攻会起来。刚刚在想下这个还是这个加的想法就是。八回的话，这个还可以。哦，行。解释一定可以解，就是能不能十回这个抖完这个，就这里还要再给你回合。他十九滴血，他应该不敢刀接了吧？对他来，他血已经很极限了。这中有点接一个，啊也可以。哦，还有三个一，哎、欸嗯，漂亮，那就可以刀接哦。我们嘲讽可以硬扛，啊！干中自射，烦呢、欸。冰冻自己的吗？真是美味的派对。牛头人游子摇滚是我的爱。它里面是多少？二一是我可以先砍。
还不到一定要赌不是的时候，还差一点点，这一回又蛮接近的啊，我中单里算。因为这个可以过了，他要硬脚着解这个。敲头，英雄能力敲头。这样我真的是，这样我好输了，这样打的话，要让大家都听到你才行。刷胶。壮士加二赢了赢了就可以动，哇，没招了！他那个冰冻盖下去，我没有办法防了，我所有小虫子都用掉了，GG八胜，行，这有点可惜啊，这都没有冠军到。好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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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狙狙打 BUP 啊！好了，有素材了，可以随机，可以剪片了，可以让那群猴子闭嘴了。偏不好玩，还是偏不好玩，感觉这游戏到现在还是不太好玩，这应该到底是这个版本的问题，还是这几个版本的？不知道这个版本哪里就是，我觉得不是，就回到原点嘛，可能不是版本的问题啦，就还是金币号的状况。就你今天进去选一个人家暗木可以转身，看你真的是打不了。哦，睡觉睡觉，不。好，我们今天上来谢谢大家。有谁的台还开着呢？是头皮的台，就是头皮的台收容。孤儿，哎、欸，肖老师、欸，哎，肖老师为什么在开在忙啊？对呀、啊，N989762，我不知道是这到底哪里来，但是送你们去找肖老师吧，叫肖老师出来弄弄你。肖老师在干嘛？肖老师在下棋哦。Thank you.
哎呀，那个感觉是有机会赢的，瞎七八糟。好了，就咱们去休息，呵呵。